是右边巧克力囊肿，这个我在怀疑是输卵管不通积水，那这是左边的水流，所以它是右边有个巧克力囊肿，左边的水流。那这个因为它不是一个圆的，它是一个椭圆，它是一条香肠状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输卵管阻塞，所以这边输卵管应该是不